好，我是 Vanessa Peng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 BART Smart Tip。坐 BART 去飞机场是一个很好的交通方式，请各位遵守乘车的礼貌。请不要把行李放在走道上和车门旁边。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资料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bart.gov/airport 去找。Vanessa Peng, BART 电子新闻。